翡翠七彩皆有，又以绿为尊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条洋绿手镯，这是一位北京的姐姐拿下的，平时收藏的都是种水手镯，现在对这更加着迷。咱们先看一下这条手镯皮，条形是厚装，这一大截绿特别的养眼，并且这一抹绿是贯穿的。其实强调颜色有没有贯穿，在翡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贯穿的绿经过打磨抛光，再加上种好的话，它这麻绿会反棕反色的，会更加的鲜艳，更加的艳丽，底子也是非常的干净，并且有一点点的粉。唯一的小不足就是绿色上面有点小，要是均匀再加上种更好一点，那就完美了。因为姐姐的手是比较小的，所以做的也是小圈口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先加工。翡翠从手镯的原料加工到成品的淬炼，一步都是非常的重要。经过多天的等待，手镯终于起货了，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这麻绿是翻出来的，而且都化开了，颜色还特别洋，和我预想的一样，姐姐对这个起货也是很满意的，你们觉得呢？下面评论区告诉我。